要白给的。对啊，又在白给，哎，看我好不好？你看我学着点。这里放弃。你看我学着点啊。要挂了。看我好不好？学着点。要过了，先跑。哎，他自己掉去。啊！有学到，有学到，谢，我都进来了。啊靠！学着点啊，学着点啊，连跳。干嘛？哈士奇在卡我，不然我可以上去的。我不然我刚才可以上去的，我刚才被他卡住了。都进进出出啊，都是他。那个鱼板是他害的。怎么有一个鱼板？鱼板啊，鱼板。鱼宝不可以。小满头，小满头进来了。哎、欸啊，那个谁，啊，那个后笔啊、哦，后笔终于进来了，我把他踢掉。都进来了，把他踢掉，把他投票。现在太晚了， okay, okay. 出去。OK， 没错。哎，小鸡啊，被踢掉了，被取代了。被踢掉了。后面。真好，真好，谁踢了 ？NG3，NG3 踢了。MP3 不要再 MP3。哎，后笔，你看看你，哎，升级了，我已经升级。哎，啊！现在 MG 三已经贴在 DC 啊，你自己看哎。哎呀，我说我知道了，听到没？他说我知道了。9, 8, 7, 6, 5, 广告啊，在听歌啊，然后就广告这样。我是僵尸，不是？被告，我才是啊！被抓了，被抓了！哎，他直接跑掉了，他被抓，他直接跑掉了。哈哈，我也直接跑掉了。呀哈！哎，我掉去，玩不起是不是？啊，新经典僵尸玩不起，谁玩不起啊？对啊，要打要玩就不要玩不起啊！这被抓就被退，对啊，是怎样啊？退了又不连进来，怎样？要玩消失术我也会啊，我也会啊，我退掉之后就连进来。不是鱼的鱼板进来的，你会不会连跳？不会连跳，哎，教你。鱼板是那个吗？那个很长，你看会不会这么简单一气呵成？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还要停顿，哎，你要这样子，在哪里啊？这样子，你在隧道那边了？没有了，我在水那边。那是堕落地狱了，太堕落地狱，你要连跳，你不能停，你又停了，哎。OK， 换我去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哈士奇，哎，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就会被抓、啊。我们连跳那样过来就不会被抓。哎，对啊，这样连跳过来就不会被抓。啊哈！我比，我比他强。出来就哈士奇，哈士奇爱玩哈士奇。后面没僵尸，哈士奇变僵尸。没僵尸啊？没僵尸吗？现在我看到一只啊。啊，左边有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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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场交死没了，好了，哈士奇，都没了，不是这两边都要顾啊？怎么没了？哎、欸，有僵尸，有没有鲨鱼？啊！我来咬你们了。我开门的好啊，兄弟，开的好啊，我这样子可以过来。哎、欸，靠背这边怎么这么多人？送你们一颗狂暴，再送你们一颗。哎，哎，天机大，回旋跳，回旋跳。他在卡我，再一个回旋跳，好、哦、要掉去，偷打我啊！我子弹，妈的，那个斜坡的一直在偷扁呢、欸，对没？把他们炸下来了，对啊，把他们炸下来了，不抓不炸下来也要把他们抓掉，两个不抓掉，我们就只要使出我的秘技。哎呦，干，差一点抓到，哎呦，五秒抓完，哎哎，很被挡到了啦，五秒成功。为什么十三局？为什么都在黑蓝枪啊？我全部都。为什么没满分？谁的背景音很吵？谁的？啊，有听到背景吗？没有。没有听到。怎么？还是我音乐开太大声？没有啊。没有背景音啊。背景音是。怎么关门了？背景音。哎，谁开个门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开个门！不要，现在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对不起。我下去，太爽了！太烦了！不下来，不下来就没了。哎、欸、呦，你刚买完？我操！嗯。
要买枪了。哇，他眼睁睁看着他死。拜拜。爸爸。他不开门啊，他不开门。MG 上你这样不行，我看到你喽。傻傻小孩，拜拜。看到你喽。你看到我在哪里？你干什么？我操！喂，后面后面。在搞自闭，他不知道。我们在干嘛？白痴哦，他知道了，哎。我该把门关起来。这个区域把门关起来是怎样？把门关起来。那个水深，水深，水深吗？水深，哪里有水深？很深哎、欸。水深。的背景音，水深。他是不是说你那，你要水到那里的水深呢、啊？水到哪里的水深？因为都水到那边，你刚刚游泳那边了、啊。哦，游泳那边的哦，你说游泳那边的那个啊、哦，游泳那边的那个水深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没有听到。他不管就有了。你说这个声音吗？我已经当三把僵尸。你说在水面的这个声音，已经我的升级版。当了三把还是四把僵尸了？已经是我的升级版。好了，丢改我改名之后就不是我当僵尸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名字害了你。刚刚说我要改，但我不知道改什么。哎，区区经典而已，嚣张什么、啊？对，我被打下去了，开始。我也是。让我上去。我要上去。熊王的北极。哦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我知道是谁在坏了。那是我的头吧？妈的，先抓你。那个啊，困宝头啊，困宝头一直在上面耍屁，我来制裁他。快点！还有，赶紧来探兵！他知道我要制裁他了，完蛋了！我还有十秒可以制裁你，你要小心哦！我会狂暴飞哦！他看到我了，他看到我了！不要！哎，赶没有了，完了！我想说，那最后那十秒我可以制裁那个坑宝头了。啊，他们在接，知道我要怎么制裁他吗？我就跳到这个，然后狂暴上去。哎，为什么坑宝头有坑宝头有那个警单号？然后因为你踢他的，啊，你踢了，你踢他，那他，你踢他，我截图你踢他，你，你是故意问的，是不是？我怎么现在很抖？躲开！小仙女先抓你。哎，这边还有一只。再见。我走到两边都有僵了，两边。耶稣，小馒头下来了，小馒头下来了，下一个就是你，狂暴飞。可以抓小孩，两边都有僵。左转，安安阿吉，阿吉安。逼货逼，我好像把那个夜视镜关掉，比较。嗨。其实夜视镜，我觉得僵尸的夜视镜真的很难受，真的太红了，他太红了，假难受对，他不是假的啦，傻傻小孩还在硬撑，靠背我都掉下去了，那就要弄成别的颜色掉，小馒头直接变成人类的夜视镜也是很难受的，我觉得绿色的，绿色也是很难受啊，那小馒头直接变成沙包了，绿色是很那个很他们都有光欸，我也有光，大家都有光，大家都有第十三，大家都有第十三赛季。让你上去不可能是一百，我没有，不行啊，这个为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没有啊？你没有一百等哦、喔。不行，那你要黄昏相机、不知道、我等等出去看一下吧。继续看一下你的任务那个一百等没？如果你一百等，一百等、那個、我记得不用氪金也会有吧？对啊，有啊有啊，你到一百级然后有那个称号就有了。对啊。你换那个称号。你看到那只哦、喔，木白嘞，嗨，啊，我绕路啊，屌抓到了，被抓到了，哎、欸，我刚在下水那边的，我刚在下水道那边，然后那个油超快，屌绕啊，抓到在下水道那边，我说我到了，哎呀，但我又下去了，
我是螺丝，我是螺丝，干下去了。螺丝粉，我是螺丝，螺丝粉，我是螺丝的粉丝，螺丝粉。哎，在上面了。那我又没了，这啊，我又没了，我又没了，走开，别卡。好，我要换一只角色，不该啊。霍比好笑吗？霍比，霍比好笑吗？霍比，你在秀你的连跳是不是？霍比，你看。对、欸。会喝酒的猫咪。好笑吗？霍比好笑吗？你会知道多此一举啊！你给我秀连跳试试看。我把你这个角色不行了。我们只要两步骤啊，我们只要两步骤，我们有，我们有一二就上来了，我们不需要一二三四。哎，打一下。副本不是，扣宝图生。扣宝图，看好，看好，看好。他怕死了。看好。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哪里？哎呦，赶在找他。他们哪里啊？先发飙。水路，水路，肯定水路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秀烂。我跳下去就跳上来了。霍比，你先，霍比换你了。换你了，霍比换你了。换我，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哈哈。他直接，他直接跑掉了，他直接跑掉，他直接游走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完了。霍比直接。他是游走，他直接游走，干嘛走？哎，不是阿霍比哎，霍比游走了、啊，他游走，看我怎么感觉走的时候应该跟他一样游走啊？他直接游走哎，他游，他游去哪里了？霍比不用，霍比不用谢谢我啊，上面迟早都要灭啊，你走的好了。哎，好走走，对，抓到了，也是被圣恩去抓了，哎，啊，小鹿，我女都抓我，小仙女。没有捞到，没有捞到他。厕所板呐、啊！送文女抓的第一个就是我。送小仙女一颗狂暴。没有，我在抓你之前，我先抓 其中一个人，那个人跳我头上。活该！我头下。哦，小妈头吗？小妈头吗？每天上线啥的。哦，每天上线只玩经典的、啊，他就是只玩经典的、啊，看不出来吗？经典是神韵的，对啊，经典神。他刚才跳我头上啊，弗罗多喵喵，整个房间都是神韵的。哎、欸，我头坏，我操！哎、欸，我刚才抓他，现在他抓我，反悔。拜拜，我没了，踩他头一下。哎、欸，木板，走啊，就是。哎、欸，上来了，点灯。熊王，安娜猫的粉粉，安娜猫的粉粉。哎、欸，我感受，我想你了，想你的屁屁了。叮叮叮叮叮。好久不见了，猫的粉粉。啊，走啊，他们走啊。嗯，走路啊，很厉害。我操！我操！人太多了。扁他、啊，扁他、啊！哎呦，怎么被抓了？哎呦，到底怎么躲的？哎呦，绿茶！绿茶，我不要。他是。哎、欸、，NG 上面那边已经没有了。没有了吗？对吧？听到你枪声了，可是。但他们不是抓我。他下去了，霍比，霍比，霍比又下去了，哎。哎。剩下两个嘞。哎、欸，水路，水路，剩下两个水路。你知道我看。啊！感谢。哇，熊王，哇！哎、欸，我想要绕跑回去，结果哎。风云。举报，举报，哎。这差一个就满房了，差一个就满房了。对，差一个就满房了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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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进来。哎、欸。三十一人呢、欸？我们去水水，水水手手。第三个包。没有，那你挤我两次啊！你们现在想下一张，快点！你现在想下一张，下一张每回合五回合，快点下一张地图。随机，不用不用不用随机，选一张，然后比较适合开不开复活的那种。不摆，你想要干嘛？你后面有僵尸一直打我，我就不抓。御医吗？快打我就抓了。啊！哎，这种僵尸，这种我第一。再换一张。那个。再换一张，嗯，再换一张，香港，哎、欸，我的队友哪去了？
你们怎么都不说躲水房？水房那，水房那边是哪边？那个你说了朝鲜村庄啊，朝鲜村庄，朝鲜村庄那个不能不开复活吧？那个有水路啊，猫丸没有水路的。那个啊，沙漠二吧。好，就沙漠二。沙漠二，然后再来堕落第一。他不开服。沙漠遗迹。有啊，沙漠遗迹我知道啊，沙漠遗迹。沙漠遗迹一定玩啊！你现在躲的点就是，我现在躲的点这个就是哦，这个就是这个叫水房哦，这个不是叫水水吗？你看看困宝头。我。你看他。他为啥去抓我？在装莽啊！你看。低人开门。他说低人开门。哎，他美了啦。你看他装莽。低人开门。霍比看好。看好，霍比，看好。在看谁玩的、啊？哎呦，哇！谁在西南开门？你卡了一下。好看、啊。我卡了。你完蛋了，霍比，你完蛋了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好看呢、啊？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好看。你完蛋了。霍比该游走后面。好的，看好了，掉漆。不是哦，这跟我想的脚本不一样哦。哎、欸，开碟哦，干什么？开碟，叠起来，直接在这里跳过去就可以了。我在下面，我在有，上去了。妈的，再上来一只，对，上来了。开碟，快点，水水开碟。全机不可丢，不知道。上来了，哈哈，哇哦，开饭，屌虐，大开特饭。开饭，还有一只货币，哎，还有货币，要上来了，货币，要上来吃，游超快，又剩货币，货币真的是，难怪他这么高，好像很厉害。当然跑卡丁车吗？他不是跑卡丁车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老 man 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老 man 经典的，果然，他精通这游戏，对啊，精通这游戏啊。困宝头已经不是跑阿力车的新风格。十年轻。霍比，你不要再电他屁屁了，你有没有背刺？对，还下去。完了，我帮你定，你赶紧游上来，快！快点上来，你不要再打了，赶快上来，快点。赶快快漂移啊！快！你怎么下去电他？你赶快上来，你看。我太漂移了你不是拿那个、哦、我以为你拿电棒欸，我想说你拿电棒要捅他捅很久，看他拿那个啦，他拿背刺啊，背刺斩、欸、背刺很痛欸，对啊，背刺斩，你看看你背刺，你为什么要背刺人家？对欸，救我别急，我看起来像箱子吗？这小仙女真的穿的像个小仙女。对啊，看着小仙女穿蛋糕裙，哪里啊？对，这是女灵还是哑灵啊？这个是不知道。他怎么在听？别搞！这是女灵吧？这个是女灵啊？我有。哎，他掉下去！哎，他掉下去！他掉下去！他掉下去！他等下他掉下去就好笑了。刚刚那叫浮空哎！你又这么爱动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他就知道了。嗨，想要上来吗？十全青年，哎、欸，一个回旋跳，在你面前跳舞，你怎么样？哎，杀小孩，完了，反抓，反抓豆哥了，反抓豆哥，反抓豆哥，下去了，行吗？有路那边，反跳，跳一下去，啊。霍比在台灯上，完蛋了！哎，困宝头果然是有那个、欸，好吧，反拎车一层。哎、欸，干！困宝头、欸、他下来了，困宝头累鬼，都是演员。对啊，都是演员。他要开漂移了。哪里？他要开氮气了。他开那个，他开，我看到尾流，他开那个蓝色尾流。没有，他没有堵到。香港考虑吗？猫的粉粉，香港不考虑，香港没有在考虑范围内。香港
那张图可以恶心人了。好了，那图还太大了。对啊，那张图太大了。还有很高的图景。跳了，那如果上去那个是抓不到的。多、哦。我们就 N 叠啊。很高点。我操！是不是上面有一个？我操！打下去！打下去！把他打下去！我要下去！我要下去！延后一下，小仙女！小仙女！再小仙女下去！货币，货币！没有，小仙女还在。好像变了。哎呦，差一点被抓！调皮，你等等就没了。我差点调皮了，算了算了。我在偷皮，还偷电一下小仙女。我掉去，我掉去。我知道，猫的粉粉啊，香港那张就你知道吗？就很大哦，还有无敌点位。熊大，我晚一点上再上线。最近住户检举上班，上班走。在打 CS， 枪声太大声，不知道你戴耳机啊？你戴耳机枪声然后很大声。我那个戴耳机的话，对啊，我都戴耳机。那个只用一小格，那个讲话可能要小声。讲话不容易大声。会吵。现在我就下去，等他拼一波。牛逼！到你加油！你要撑，你要撑住哎。是啊，那那个我会打下去啊，这不关注。打下来，我拿下来，打下来。我绿，想要干嘛？绿狂，我绿狂，你绿狂，在我这边。没有那个，我的绿狂，那我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，我的，你不要游走，在我这边。你不是要绿狂，我在这里啊。好，这里五三秒绿。哎呦，差点被炸下去。这谁啊？前面。僵尸王快死他说什么？没听到。戴耳机会被检举，上班听音乐。最近保全越来越难混了。好吧。对，手表僵尸啊。剩下两千三的血，对。可是我收到剩两千三就好了。最近连保全都这么难混吗？打一下之前放夜班保。夜班保全，我以为保全，我以为很随便我以为都没差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们改规则啊！你们那个不是本来也没有管那么多，对吧？后面改那么多，两只快死了，两只快死了。他是起偷调皮，偷调皮，我恨他自己。我要电他，他快死了。我有人把我的电锯了。